首先，我们来关注旧金山买房。尽管住房市场有降温的迹象，但在旧金山买房对许多购房者来说还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要获得旧金山房屋抵押贷款所需的最低收入资格是38.52万美元，而一年前是33.16万美元，现在是增加了5.3万美元。负担房屋所需的月度按揭付款与去年同期相比，付款增加了15%以上。目前，加州和全国的住房负担能力是处于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市场上有大量的房屋，但近几个月以来，由于高利率、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大规模的科技公司裁员，造成旧金山市的住房市场房屋销售量下降。目前，旧金山的单户住宅价格在5月至6月间下降了6.2%，加州的住房价格从6月的峰值下降了2.5%。在第三季度，旧金山目前中位价的单户住宅约为166万美元，只有20%的家庭现在能够负担得起。相比之下，10年前有29%的家庭可以负担得起。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全美的房价。在全美房价最贵的100个邮编里面，加州和纽约州占了80%。在线房地产经纪人公司 Realtor Heart 最新报告，连续第三年列出美国房价最贵邮编区。在今年准备出售的最昂贵的地产中，加州和纽约州共占了80%，其中加州有59个区，纽约州有21个区。加州旧金山湾区阿瑟顿市连续第三年在全美房价最贵邮编区中排列第一，该地区的邮编为94027，2022年房屋中位价为900万美元。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名列第三，邮编为90210，今年房屋的中位价为670万美元。洛杉矶的蒙特西托、旧金山的罗斯市和橙县的新港海滩市分别名列第七、八、九位，其房屋中位价分别为499万、469万和467万美元。纽约州长岛的萨加波纳克、水磨房和布里奇、汉普顿分别名列第二、第五和第十位，中位价格分别为607万、550万和439万美元。地产价格涨幅最大的在纽约州的阿马根塞特小镇，邮编是11930；米尔内克村邮编是11765。中位数房价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9%和近36%。进入前十名的还有波士顿及佛州阳光小岛、费舍尔岛，中位数均价分别为620万和610万美元。